知名论坛 DC Inside 日前公开了网友们票选出绯闻最为可疑的明星排行榜，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是韩国职业足球队成员孙兴敏。他曾与多位女星传出绯闻，算多次出面澄清，但仍有不少人相信部分被爆出的恋情是真的。排行榜上的亚军则是刚刚夺下百想视后的宋慧乔。过去她在每一部作品中都会与合拍的男演员传绯闻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她与宋仲基的恋情，无奈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。而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则排在第三名，她曾被拍到与 XO 成员 Kai 以及 BigBang 成员 G Dragon 的约会照，去年更被爆出与防弹少年团的 V 同游济州岛。虽然双方并未出面澄清，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就是默认的恋情呢。